针对着雨期即将要来到，嘉义县的部分县长汪章良前往埔主持东石乡布袋镇沿海地区视察水利设施准备进行，只是县府水利处务必确保各项水利设施正常运作，以利防汛作业，保障县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为了迎接方面的来到，该县政府启动洪水措施准备，通报各公所加强抽水站准备进行，及时掌握水门开关时机，以同时抽水机调度预报，地方地排到最低水位，日流去到粪扫清淤，洪水缺口检视，水情资讯预警，并且水门抽水站管理人员保持通信正常，随时进驻台面。原定翁忠良前往埔主新料理抽水站，埔主会得位抽水站，东石白水湖第一地方地抽水站，布袋镇内城地方地抽水站视察，协助水情报告以及防汛措施。那台湾现在整个是在旱灾的期间，那实际上大家都期待下一点雨，那整个土地大概现在也都非常的渴那包括都影响到山区的很多的农作物，那包括咖啡跟茶叶都产生减产了。那当然我们期待水来期待下雨，但是我们又害怕这样的水来又造成灾害那所以我们必须要在整个所有的防汛部分那我们都要做好特别的准备。那原本我们的防汛就是在五月份到十一月，那这段期间是台湾比较有可能下雨的时间那这一波的春雨原本我们期待可以多一点雨水，那能够解除台湾的旱象的。那看起来是这一波的整个没有我们预期的那么这个下的那么多。那我们希望在到这个梅雨季节的时候，那能够有多一点雨水，那能够让台湾的旱灾可以解除。那我们整个的所有的这些防汛那不管有没有下雨，那我们大概都是很定期化的做检查，包括在什么时间要完成什么事情，那随时做准备。那所以今天特别来视察相关的这个防汛的设施，那我们希望能够做最好的准备。那当然我们这段时间也希望大家能够节约用水。汪章良讲，近来极端气候多变，虽然台湾正伫咧面临旱害，但是也要随时准备好好雨防汛措施。方面来临进前，已经指示同仁提前完成相关的防汛准备，后来各项水利建设物维护保养检查作业拢已经完成。目前全县250座抽水站、512座水门，已经228台移动式抽水机功能拢属于正常，另外23座地方池拢已经降到最低水位，大约会当增加地方空间1530万的立方公尺。这一新闻就来先带一关采控报道。宠爱妈咪购物庆开跑喽！特奥姨当然找嘉义优先水产，24小时全家下单取货，很方便。跟着我来买吧！喝康玻璃斋消费满699就有机会抽到小家电，再抽出一位幸运儿，西半同享马可老师母亲节大餐。嘉义优先水产。就在全家好生动，让宠爱妈妈多一点。
One。You can also have products。我们台湾现在正遭受中国这个强权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威胁，那过去捷克也有同样的一个遭遇，所以我相信因为有同样的遭遇，所以大家彼此都可以感受得到彼此的这种心情跟处境，跟怎么样去追求自己国家的独立跟自由。未来的国际合作，那我们会陆陆续续，那会跟各国来做具体的MOU， 包括相关的交流。我们希望今天捷克代表团到我们的亚创中心来，是台湾的无人机走向世界非常重要的一步。One。